关于浮浮的玩法，我想了很久啊，一直到我玩起了四神队才发觉啊，是不是很多人都被之前的攻略蒙蔽了呀？大家都在追求他的脱手输出和增伤，以至于很多人都说他的回血就是鸡肋。哎，我开始呢也被绕进去了，觉得应该是枫丹的角色还太少，搭配太少，没抽白竹的只能未来可期。可后来怎么想都觉得985策划不至于给他一个完全用不上的心态啊，哎，吃饱了撑的吗？我更愿意相信这个角色设计之初啊，是想让他帮大家省一个格子。所以如果福妮娜当奶妈再有增伤，那不就是一个不用画地为牢的班尼特吗？哦，抱着这个心态，我就想试试福妮娜到底奶不奶得动。流血狗应该是这期生存压力最大的了，至于罗姐大家应该都能理解，先让三个小随从去烧血打第一波，这里我看血还可以啊，就先拔刀了。其实呢，福妮娜已经可以开大了，反正当血到50以下，福妮娜开大然后切换形态啊。这里先奶了温迪一下，然后再一下啊，第二下之后屏幕出来了一个圈。哎，我知道有些小伙伴不会看气氛点满不满啊，有这个圈就是满了，但因为我这个是两命的嘛啊，零命可能就是四个人都要切，但反正就是速切啊，然后增伤点满输出。这个队的扛压乍一看不咋地，但究竟稳在哪里呢？核心就是要有雷神，这样除了奶状态下的福宁娜充能可能有点毒以外，其余都能保证一轮切下来有大，那么下一轮再切的时候第一口一定都能奶到，生存压力就少了许多。最后这几个活法师只能靠三个随从，没办法啊。还有就是呢，也没有内鬼挂元素，很多伤害硬扛也可以了。我还巴不得他打掉我点血呢。总的来说啊，打法总归不再那么无脑了，需要考虑福妮娜的奶什么时候该开，什么时候不开。但熟悉我的也知道，我的操作可是很菜的啊。操作好点的也许可以试试灵敏，我想表达的只是这个福宁娜是可以靠自己实现奶和加伤的，怎么就说她的奶没有用了呢？啊，不要再以谣传谣了。